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反常世态，合众为色。翻嚟第二節啦，咁咧就有一樣嘢咧就提下大家啦，咁就由於係月尾咧，咁希望大家能夠繼續以月費嚟支持，咁我都收到有啲支持者咧係會即係入咗月費之後咧會 send 張單俾我，叫我加油咁啦，咁啊會繼續努力去做噶啦，係啊，咁我會做啲我哋覺得啱嘅事情啦，應該做嘅事情，咁我哋亦都要喺呢度去報告一下、更新一下啲抗爭議事嘅啲情況啦，咁第一件事就是 S， 就有議員進去探了他，我就都報告回來，有些詳情我免得說，但是一些、即基本的事情、無傷大雅的事情都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而且他有些訊息跟大家說的，我在 Facebook 也其實都說了一次了、他就說他其實情緒 OK 啦，沒什麼啦，就收到很多信、即大家不需要擔心他，他也都沒有什麼亂想，即他又覺得、即 都在裡面一段很長的時間了，其實他間不中都會有一點的、怎麼說呢，會有些負面的思想彈出來，但他也覺得他慢慢適應，即覺得、哎、慣了沒什麼，即已經接受了、就沒什麼問題，他在裡面又教一下一些、同年差不多同年紀的一些香港人英文，希望幫到他們。 S 本身他也有在英國讀過書，英文應該都挺厲害的，讀港大，就其實 他也遇到一些、趣事，不過有些人即是費事在說，他的趣事很令人害怕，有人想知道我可以私底下分享一下，所以大概是這樣啦。另外呢就你會說要說回、侯聰那件事，即是侯聰這個、舊亞視廠房發現這個有爆炸品案件，就結果就是首被告呢就、即是這個應該是首先講重要的那件事，就是、次被告和第三被告呢就被判這個串謀製造炸藥罪名成立啦，而首被告呢就判了這個、管有這個爆炸品，亦都是罪名成立的，然後第四、第五被告呢就是脫罪，就是三有其中有三位呢就是判罪的，而他們的刑期呢就會在下個月八號就會判刑啦，這間官司其實都纏繞了年多的時間很久了，他們在未判之前即是未審之前他們 都坐了很久，咁去到近期才可以保釋得到出嚟，都坐咗年幾啊！我記得有幾個啊，都坐咗年幾啊！係啊，咁要知道就係話，其實即係其實係變相嚟講，佢哋已經係即使係無罪都好咧，已經係坐咗年幾嘅時間啦。咁而即使就係話被判有罪都好咧，那個。即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始終個心情都好難平復嘅。即係會見到就係話個判，即係喺個審判上邊咧，對於嗰啲證據係如此的少啦，甚至係嗰啲警員嘅前後口供又不大一致咁樣啦，但係仍然係能夠亦都有啲唔公平嘅搜證嘅過程啦。即係譬如引導譬如叫佢阿媽喂，你叫個仔認咗佢啦，即係有啲咁樣嘅。係啦，咁呢其實都。其實都相對地係頗為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嫌疑，但係暫時事情已經唔緊要咯，係咪先？對於佢哋嚟講，我冇乜嘢啦，係咪無傷大雅嘅事情咯？對於警察嚟講，就係已經交功課啦；而對於呢個抗爭者嚟講啦，尤其是一啲素人嚟講啦，可能係一個相當之大嘅打擊啦。係啊。咁啊，好慘啦！即係咁呢個都係會持續再去跟進嘅。咁但係亦都喺呢度要即係多謝
一路以嚟有跟進呢件事情嘅一啲媒體或者係一啲有睇佢聽審嘅一啲人啦。咁翻翻嚟，啱啱講到，我都忘記咗講到。頭先我哋又講咗好多嘢嘅，即係講咗嗰個何志平佢背後啲咩人啊，咩背景啊，間公司係咩背景啊，干犯咗咩罪，個案情係點樣？咁會唔會呢一節又講多少少，即係一啲新聞上未必會有嘅，即係譬如一啲分析啊或者評論啊啊嗰啲咁樣嘅嘢咧？可以啊，因為好簡單嚟講，就係話何志平去。代表住一間 NGO， 而背後就代表住一間民營的一間石油公司，咁所謂何事呢？而民營的石油公司其實就代表住呢個中國嘅國企，又代表住呢個中國嘅國家利益，甚至係可能係更加高層次一個官方嘅戰略添啊，可以一啲係策略啦。咁咁重要嘅任務，咁佢去到美國唔係淨係飲茶灌水噶嘛，即係唔係話淨係搞啲座談，然之後請啲學有名嘅學者嘉賓咁去做一啲講座，又即係邀請佢哋去做呢個 NGO 嘅顧問，咁就完咗件事情噶嘛。實際上咧，佢其實係要賺取一個機會，咩機會呢？就係同聯合國合作嘅機會。佢自從在2014年咧，好努力咁去經營之下咧，係成功地去令到呢、這個，即係佢透過啲中間人啦，咁就同成功就同聯合國打通個關係，就有咗一個即係一個特別顧問嘅身份。葉簡明就俾人哋委任咗一個特別顧問嘅身份。咁何志平咧就因而咧就可以代表住嗰間機構咧出入聯合國啦，自由出入聯合國。喂，我搞 seminar 啫嘛，我開下會啫嘛。開下會嘅時候，其實就已經係有喎，即係與會者飲茶啊嘛。即係與會者係 lobby 型咁樣。但係當然，烏干達嗰個喂過嚟飲茶啊。但係 lobby 型好正常噶嘛，又或者飲茶灌水都好正常噶嘛。但係佢去到牽涉到就係貪污去舞弊，咁呢個就好唔正常啦。即係佢首先就其實。簡單講案情就係話，佢首先就去揾咗呢個開顧問公司嘅前官員加迪奧咧，就去聯絡佢識得嘅扎德嘅總統。咁佢聯絡到嘅時候咧，咁就直接話俾我俾200万你同我搞掂啲事情佢啦。咁而有趣嘅就係咧。大家如果查資料嘅時候，你會發現就係話，喂，2014年嘅時候，同即係喺扎德嗰度做交易嘅，喺嗰度開採石油嘅，其實係中石油嚟嘅喎，中國石油嚟嘅喎，即係國家企業嚟嘅喎。咁點解無啦啦佢又差你鋸埋佢咧？原來就係因為2014年嘅時候發生咗兩件事。第一件事就係話三月嘅時候咧，佔中啊，咩佔中？唔係，係三月嘅時候咧，就扎德嘅政府咧就 charge 呢個中國石油，就話佢哋污染環境，所以就罰錢，罰咗12亿。另一件事就係去到八月嘅時候，我冇記錯，就係直情係佢個牌都停埋添，即係你開採石油牌照都停，停牌，唔俾你再開採石油。咁何志平嘅角色咧，就喺呢度就發揮咗個作用啦。佢自己嘅事情唔管，管其他公司嘅事情，就係話：，誒，我俾嚿錢你搞掂咗佢啦。佢表面上就係為咗搞，即係表面上就係為咗搞掂中國華信喺嗰度開採石油啦。佢就話唔係淨係我開採嘅，就係大家去夾粉去開採啦，即係同即係中石油嗰啲繼續去開採啦，咁成。咁另外佢再俾多啲好處呢個總統咧，就其實就係為咗幫埋中石油去拆掂呢件事情。結果咧，第二年咧呢、這個12亿嘅罰款美金嚟噶，罰款咧就變成咗4亿啫。即係點啊？三折喎、啊，得唔得？講一講喎、啊，三折咯、啊。好抵喎，俾200万你。然之後石油又可以繼續開採喎、啊。咁你仲話，即係你扎德嗰啲總統啊，或者係你烏克蘭嘅總統，仲喺度否認話啊，我冇收到賄賂，我冇做事啊，冇點樣成咁樣。咁嗰啲，咁請問呢啲嘢係點解釋翻嚟嘅？你嗰啲，你而且你啲事情仲要係離譜到美國司法部告人唔係立亂嚟噶，佢係同 FBI 聯邦密探。同埋呢個國稅局嘅呢個刑事偵查，佢都係有四大部門嘅聯手。佢仲有國土安全部啊嘛，
即係四個 homeland 嗰啲咧 ，homeland security 嗰啲，佢四大組織去夾埋去查你呢件事情，仲要係2014年開始已經查啦喎，查咗嚟三年，咁你邊度會死錯人啦、啊？佢連你電郵入邊寄電郵俾邊個 ，CC 咗俾邊個，你幾時幾年幾月幾日見過啲咩人，講過啲咩嘢，你甚至係寄封親筆信寄去邊度？對方那條友收了錢，還要寄封回信告訴你，哎呀，我收到多少多少錢，我要多謝你了，那封信回信 都列在裡面，還有 他只是連你那些什麼網站的 cap 圖都有的，他那份檢控書裡面。什麼網站 cap 圖、啊、就是、華信那些網站，又或者他那個、那個、基金會那些網站的 cap 圖，他有用文字去寫，就說我哋法官咧有睇到啲 cap 圖啦，咁然之後就證實咗你嗰啲呢樣嘢嗰樣嘢咁樣，寫得好詳細嘅大佬，你哋冇睇過，你哋冇睇過檢控書，梗係講呢啲咁嘅廢話啦，梗係講哎呀污蔑啊污蔑啦、啊，又話咩俄斯波喺度國際嘅政治鬥爭咧，就成為咗無辜嘅受難者啦。其實源自呢單新聞啫嘛，因為11月10日嘅時候，中國華信就同呢個俄羅斯嘅油公司簽咗呢個綜合鏈化的合作協議嘛，咁大家就揾件事，嚇係咪就係俄羅斯出手，佢就親自出手咧咁樣樣？但係當然你可以咁樣認為啦，但係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實際上你真係有做啊嘛。最大嘅問題其實你喺非洲度所作所為，即係包括你喺即係扎德呢件事情俾咗200万啦，喺烏干達嗰度咧，你話要即係你去收買個總統啦，同埋佢嗰個曾經做過聯合國大會主席的他們的外交部長呢，你已經收埋埋，因為其實他總統和外交部長是親戚來的。然後呢他不單止是給50万 給他們嘛，還要是有些延後利益啦，即包括就是說、哎、我們以後在、這個烏干達開公司呢，你們那些親戚的 聯名公司呢就可以變成我們的合夥人，就大家就可以分肥了，樣即你退了休之後你還可以分肥，你有延後利益喎，呢啲唔係貪污啊？咁咩係貪污啊？仲要最離譜就係話，其實喺同烏干達嘅通唔係烏干達扎德嘅通信入邊咧，其實係有講到就係話呢、這個定烏干達，但係唔記得咗邊個，但係總之佢同其中一個國家嘅聯繫入邊咧，其實有提過希望中國提供軍事嘅協助啊。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就是由於呢 在非洲那裡呢就受到這個、受到這個恐怖組織博科聖地的、這個威脅，僱傭兵、啊、博科聖地它其實是跟、這個跟 ISIS 是有結盟的關係的嘛，它就會 在這個索馬里啦做下海盜、啊，咁然之後就喺度要挟咗唔少嘅國，即係非洲國家嘅安全啦。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威脅嚟嘅。咁於是咧就你知道，譬如話蘇丹嗰啲咧，中國都有提供武器贊助咁樣樣俾佢哋噶嘛。咁呢個應該扎德嘅總統嚟嘅，我睇翻就係話，就係、是、扎德嘅總統就因為佢哋亦都受到博科聖地嗰個潛在嘅威脅，咁所以咧就希望中國。即係去提供一啲武器啦嘅贊助資助俾佢哋，咁就當然就透過 Guardian 呢個中間人咧，就傳達俾何志平聽，咁何志平就傳達俾邊個聽？唔會淨係傳達俾佢老細聽噶嘛，梗係傳達俾更加高層嘅人去聽咯。但係點解佢憑乜嘢一個民企嘅老細可以傳達俾更加高層嘅人聽咧？就因為佢就係一個白手套以外嘅白手套嚟噶嘛，佢先可以做到呢啲嘢噶嘛。咁而呢種咁嘅白手套關係就係話一。你名義上因為是一間民企，所以如果中共要跟你撇清關係的話，隨時撇清都得。你又沒有背景，又沒有後台，又沒有剩的話，那我隨時執了你都可以了，整檔東西。你看現在何志平所以現在何志平就是已變成一個孤島的狀態了。不知道他即有人形容他是為國捐軀，當然這個在於他老死的頭他這樣說、啊、即是道有鬼鬼樣、啊、就為國捐軀這樣咁、差唔多捐軀㗎啦，啱先都講咯，就係話佢我都唔計佢加加埋埋可以坐幾廿年咁樣啦。咁如果你要罰一大筆，即係你如果就咁犯咗個海外貪污法嘅話，你都已經要罰得好金，錢嘅話都要罰得好金。你是但一條罰錢了事咧，就是少喎。
你是但一條洗錢罪，你都坐二十年，仲要三條洗錢罪添，坐六十年啦，計埋，咁你 merge 埋當你坐廿年啦，你都要你都要喺紐約度擺壽酒啊！你明唔明白嗎？咁所以你呢啲你啲真係為國家，所謂為國家做事，當然佢唔係貪錢咁簡單咯。我心諗點解有人會諗去貪錢咧？呢啲係國家嘅任務嚟噶嘛？你一日係黨嘅人，你一日有把柄喺黨嘅手上邊，你就要做一世噶啦。葉簡明都分分鐘有呢啲咁嘅把柄喺佢手上邊，所以先幫佢做啲污糟邋遢嘢噶。即係包括就係話。這個羽麻走私案完咗之後咧，就吸收咗佢旗下嗰間石油公司啦。咁然之後，外國嗰啲豬頭骨咧，就係話買嚟賣去嗰啲嘢咧，當三桶油做唔到嘅時候咧，佢就幫手去做啦，包括收購人哋嗰啲產權啊，成咁樣樣。包括扎德嗰度，就係話佢其實唔係直接地去投資落去扎德嘅，而係透過買咗呢個對岸台灣嘅油公司嘅佢哋開採權益。去入去呢個中國公司嘅，而當然啦，我要講到我自己真真正正想講嘅評論就係話，中國做呢兩樣嘢其實係有兩個目的嘅。第一個目的咧就係話，點解會話佢配合一帶一路咧？呢啲國家咧啱啱講到烏干達同埋扎德咧，其實並不在於一帶一路嘅路線入邊嘅，因為真係喺路線入邊係喺埃及同埋蘇丹，但係呢兩個國家咧。就一個係黐住喺北蘇丹，一個黐住喺南蘇丹嘅。其實一帶一路咧，只不過就係透過呢個去中東啦、中亞啦、非洲啦，甚至係深入到去歐洲咧。其實呢個只係名目，實際上面咧，佢係要深入呢個啱路過嘅中亞啦，乃至係呢個非洲嘅腹地，慢慢地就向佢哋西非啦，或者中非咧去滲透，咁從而去得到佢哋嘅即係豐富嘅天然資源。而最重要就係話，之前有講過一帶一路佢哋嘅模式咧，就係話我借一大堆錢去做基建啦，去起高鐵啦，成咁樣樣，然之後一路咁樣榨乾你嘅資源。啱啱巴基斯坦咪有個 case 咯，起個水壩啊嘛，中國話我俾百幾億你。我俾錢借俾你起啦，咁啊借啦，咁你要還啦。咁但係我借錢俾你有好多條件喎，就係包括嗰個建築係點樣建啊，即係之後點樣運作啊，嗰啲權咧全部要交曬俾中國嘅，提供曬所謂技術人員。即係基本上係中國喺你嗰度起一嚿嘢咁樣咯。咁但係係用你嘅錢喎。咁然後佢可以操控曬喎，即係變咗中國又可以用佢自己的公司去起然後點樣去營運啊？嗰啲又去中國公司又去營運咁樣啊，賺錢咁佢喺中國賺啦，係咪先？咁巴基斯坦話 no， 拜拜嚇，唔符合我哋巴國嘅利益，我哋自己起。其實斯里蘭卡已經揩咗嘢㗎啦，斯里蘭卡咪就係結果要成個港口俾割讓咗啦，俾咗中國啊嘛。呢度喺呢個節目度已經講過啦。另外一個地方就係肯亞咯。非洲的肯亞亦都係出呢啲事啦，即係起高鐵，然之後又係借一大堆錢咁樣，將要就係話有機會就係話佢嘅天然資源咧，要所有嘢都係讓利於中國咁樣樣啦。咁而泰國其實亦都係咁樣樣嘅，佢想借錢俾泰國起高鐵，咁然之後簽個 contract 就係話，喂，如果你還唔起我借俾你嗰嚿大錢嘅話咧，你就要將你嘅天然資源啊嗰啲咁嘅開採權嗰啲俾我。咁泰國梗係唔制啦，黐線你當我傻仔啊！你睇下斯里蘭卡咁樣樣，你想我泰國死多一次俾你睇啊咁樣樣？不同的嘛，咁但係你對於一啲非洲小國嚟講咧，個吸引力好大嘅。而家最重要就係話咧，我操控你嘅天然資源，亦都係可以操控你嘅政治。我表面上邊咧就唔同以前嘅美國、歐美嗰啲國家咧，對於第三世界嗰種嘅資助，即係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時候咧。對於呢個亞非拉咧，其實喺呢個歐美世界入邊咧，都有好多嘅資助。當然佢哋都想去 manipulate 嗰度嘅政治啦，但係佢哋喺提供資源之餘咧，其實係想佢哋民主化噶嘛。你會見到佢哋依家好多都係民選政府啊，乜乜成啦。咁但係佢哋面對住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佢哋嗰個文化未必係好 match 到呢個西方式嘅民主，而且佢哋嘅土著之間咧嗰個內戰實在太過犀利，所以你其實見到佢。忽然間又會打咁樣，你見到即係呢個穆加比咁樣樣都會忽然間37年嘅獨裁統治都忽然間會俾軍政府統治即係推翻咗咁樣啦。所以其實非洲嗰個政治係亦都係
即係唔係咁簡單，唔係話推動民主化就搞得掂。咁但係就係話中國就有機可乘啦，佢就提供咗一個新嘅方案俾你，佢就話俾你聽話，嗱，我都會俾錢你去搞基建，我都會俾錢你建設，但係我唔需要你民主化，你可以繼續貪污，你個軍頭可以繼續去享受。我就俾埋錢你添，我幫你起埋鐵路，起埋城添。咁你只要讓你啲石油資源俾我去開採就得啦。嗯，即係大家 win-win situation 啦，係咪？中國又可以發揮自己嘅影響力喎，喺聯合國入邊又可以多啲非洲朋友嘅票喎，咁樣。咁呢個就係佢新嘅一個發展模式咯。同埋第二種第二條路就係話，中國喺即係呢個民主在退潮呢本書入邊，其實講得相當之清楚，就係話中國嘅新模式咧，就係話。我可以用呢個經濟嘅發展嚟取代呢、這個，即係經濟嘅自由化嚟去取代呢個政治嘅發展，即係我唔需要民主化啦，我只要經濟自由化就 OK 啦。咁然之後我嘅經濟咧就可以好似火車頭咁不停咁發展，好勁。咁呢個咧對於全世界嘅獨裁者嚟講咧係一個相當之大嘅吸引力嘅，就係話我只要發展到經濟。有正當性，有飯食，係啦，冇錯，就可以攞到呢個政權嘅正當性同埋佢嘅合理性。咁於是咧，就亦都可以保持到佢嘅有效管治。無論我哋貪污都好，我幾腐敗都好，咁但係我中國就可以透過呢種形式去輸出佢嘅革命，輸出佢嘅新嘅民主模式，咁就會形成一種民主嘅倒退。呢兩樣嘢咧，即係掌握所謂民友，掌握所有錢資源，同埋掌握到就係話。我有中國模式可以向外推出去咧，呢三樣嘢咧都係中國相當之想做到嘅一件事情嚟嘅，但係就好不幸地出師未捷啦。當然你可以咁講啦，你梁振英依家搞啲一帶一路基金，然之後佢做緊嗰啲即係佢做緊即係做緊兩間公司嗰位，其實可能都係做緊將要做何志平咁嘅嘢，咁我只能夠祝佢好運。我冇乜嘢嘅，應該咁咧就不過呢件事亦都係反映咗咧，即係美國對於中國咧都唔會係手軟嘅，即係見到你喺我境內搞一陣搞咩一帶一路咧，我係會嚼你啦。因為你有個成，其實你之前已經有個澳門姓吳嘅商人，亦都係同樣地嗨咗呢樣嘢啦，賄賂兩個聯合國官員啊嘛，諗住起呢起路咁樣樣啊嘛，結果係塌，即係件事係假嘅咁樣樣。咁其實已經判咗。入咗罪噶，未判刑咁解嘅啫，即係未判坐幾多年。咁所以何志平其實都好難走得甩嘅。係啦，咁我哋就嚇，即係我又唔會為何志平祈禱噶啦，係咪先？啊，佢基督徒嚟噶嘛，係咪啊？我都唔會為佢祈禱噶啦。呢個人就即係佢話開話齋，所以我覺得用佢嘅一句説話咧嚟完結呢個節目咧都唔錯嘅。嚇，當初佢又話即係啲議員收黑金啊啲，佢就嗱，即係我哋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價值觀咧就係誠信，係嘛？你唔誠實咧，出得嚟行就預咗要還，係嘛？你要做中國嘅先鋒，係嘛？走狗啊，要去開發一帶一路乜都好，咁最好運咯，係嘛？出得嚟還就預咗要還啦。我諗佢嗰時應該係 finger cross 咁樣講。好啦，咁呢一集節目咧就係咁多先，各位再見。